塔塔赫纳，这座位于哥伦比亚北部的城市，是拉丁美洲最古老和最迷人的城市之一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33年，由西班牙征服者佩德罗德埃雷迪亚建立。塔塔赫纳是哥伦比亚的第四大城市，也是该国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，以其保存完好的殖民时期建筑和迷人的海滨风光而闻名于世。塔塔赫纳的旧城区是这座城市最具历史感的区域之一，这里保留了大量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建筑，街道狭窄而幽静，两旁是色彩斑斓的房屋和古老的石板路。在旧城区，你可以漫步在石板路上，欣赏古老的建筑，感受历史的气息。此外，这里还有许多餐馆和咖啡馆，你可以在这里品尝当地的美食和咖啡。塔塔赫纳的城堡和堡垒也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景点之一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圣费利佩城堡，这是哥伦比亚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之一。圣费利佩城堡建于16世纪，经过多次扩建和加固，成为了当时最坚固的城堡之一。现在，圣费利佩城堡已经成为了塔塔赫纳的标志性建筑之一，也是游客必游的景点之一。塔塔赫纳的海滩也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景点之一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塔塔赫纳海滩，这是哥伦比亚最著名的海滩之一。塔塔赫纳海滩以其金色的沙滩、清澈的海水和热带风情而闻名于世。在这里，你可以享受阳光、沙滩和海浪，还可以尝试各种水上运动，如冲浪、翻板和潜水等。除了上述景点外，塔塔赫纳还有许多其他值得一游的景点，如拉斯穆拉利亚斯区、圣多明各广场等。此外，塔塔赫纳还有丰富的文化活动和节日庆典，如塔塔赫纳狂欢节、圣周庆典等。无论你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，还是喜欢海滨风光和自然美景，塔塔赫纳都能给你带来难忘的旅行体验。